好嘞，感谢我们来自接下来呢就是江苏镇江市培林孙氏武术院几位老师，他们是戴美奎老师、江小辉老师和孙亚老师、王军老师、王建宇老师，为我们大家表演孙氏太极拳、孙氏形意拳和孙氏八卦拳，来，有请。好嘞，感谢老师。先生，保定市体育局副局长贾春顺同志，保定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彭鸿辉先生，
电视纪录片导演曹汉民先生，文化顾问童喜端东先生，孙婉蓉女士，宣传部长崔胜利同志，人大副主任杨世征同志，人民政府县长田双喜同志，副主席杜兴军同志、甄秀英同志，保定市武术协会主席鲍玉川先生，保定市华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李焕南先生，有请上台。蒋中先生。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河北省望都县，参加电视纪录片《孙禄堂开机》及《孙禄堂先生铜像》揭幕仪式。首先，我荣幸地向大家介绍出席今天活动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他们是望都县人民政府县长孙晨光同志。保定市文广新局局长赵其果同志，世界太极拳网总编、中国著名武术文化研究专家于公宝先生，保定市体育局副局长贾春顺同志，保定市华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彭辉先生，电视纪录片《孙禄堂》导演曹汉民先生，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副秘书长、武术文化研究专家、电视纪录片《孙禄堂》文化顾问童旭东先生，孙禄堂先生后人电视纪录片《孙禄堂》文化顾问孙婉蓉女士，望都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农工委书记崔胜利同志，望都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世征同志，望都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田双喜同志，望都县政协副主席杜兴军同志，望都县政协副主席甄秀英同志，原保定市体育局调研员、保定市武术协会名誉主席鲍玉川先生，保定华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焕南女士，望都县武术协会主席蒋周先生，出席今天活动的还有保定市武术协会副主席陈学普先生，保定市武术协会副主席杨猛先生，保定居天地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泽华先生，河北森阳建筑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壮先生，北京市孙氏太极拳研究会会长刘树春先生，天津市孙氏太极拳研究会会长张茂清先生，江苏镇江市培林孙氏武术研究院院长霍培林先生，保定孙禄堂武术院院长戴建英先生，保定孙氏太极拳研究会会长高建设先生，河北沙河市孙氏太极拳研究会会长胡简雷先生，江苏太仓孙氏太极拳研究会会长沈宝发先生，邯郸孙禄堂武术协会王武全先生，北京黄埔尚武健身俱乐部董事长党雪田先生，
孙禄堂先生，重孙女孙琦女士，孙顺平孙世全研究会会长任秉信先生，定兴县春光泉友孙世全协会张春光先生，定兴县武术协会刘连发先生，涞水县武术协会主席季云彪先生，涞水县武术协会刘树清先生，浙江瑞安市孙氏武学研究会会长戴美奎先生，江苏宿迁孙氏武学研究会江小辉先生，河南大学孙世全第四代嫡传弟子张子晨先生，望都县孙氏太极拳研究会会长栾新春先生，河北传统武术协会秘书长马凤山先生，广州从化区孙氏太极拳研究会会长郑金泉先生，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朋友，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的光临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首先请望都县人民政府县长孙春光同志致辞，有请孙县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激动而崇敬的心情，在孙公墓园隆重举行铜像揭幕，迎接这位著名的一代武学宗师、孙门武学创始人的塑像在此落成，即电视纪录片开机仪式。首先，我仅代表中共望都县委、望都县人民政府，对参加今天仪式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全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孙禄堂先生融形意、八卦、太极三家一炉，革故鼎新，创立了孙氏太极拳，技击独步当时，道德修养崇高，实践着中国武学的最高境界。孙先生建立的孙氏武学体系，开拓并升华了武学的文化品位。孙禄堂先生是至今为止中国武学发展史上最高成就的代表。孙禄堂先生创立了孙氏武学，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武术家，而且还注意了众多杰出的文化人才，对中国文化的继承、提升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独到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作为孙禄堂先生的出生地、孙氏武学的发祥地，近年来望都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将孙氏太极拳与姚母文化、辣椒文化确立为望都的三大名片，将孙氏武学的传承、发扬和光大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拨出专款专门修建了孙禄堂公园，支持孙氏太极研究会每年都参加在海南三亚举行的世界太极拳大会和全国各地的武学交流活动，在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发扬光大了孙氏太极拳，将孙氏太极拳列入全民健身纲要和全县中小学课程，在全县中小学生中进行广泛推广，全县习练者已达到20000余人，习练者每天早上遍布县城的大小公园和街头巷尾，文脉越百年，精神悠长存。今天在这里敬立孙禄堂先生铜像，是人文精神积淀的一个重要体现。我们站在孙禄堂先生的铜像面前，缅怀他不平凡的一生，就是为了提醒后人时刻铭记和传承他淡泊明志、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时刻铭记和传承他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爱国家、爱人民的精神品质。在此，我仅代表
望都县县委县政府向各位全友对敬立孙祖堂铜像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家属代表苏婉容女士的鼎力配合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祝愿孙祖堂先生创立的孙氏武学源远流长，发扬光大。接下来有请保定市文广新局局长赵其国同志讲话。尊敬的直光县长，尊敬的各位来的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我们欢聚一堂，举行电视纪录片《孙祖堂》开机暨孙祖堂先生铜像揭幕仪式。在此，我代表保定市文广新局对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多年来关心支持望都县文化事业发展的各位领导及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望都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工作，特别是近年来围绕姚母故里、太极之乡、辣椒之都这三张文化名片，望都县做了大量工作，进一步提升了望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作为孙氏太极的发源地，成功申报孙氏太极拳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了孙祖堂主题公园，将孙祖堂墓园修缮一新，建成了子孙公园，多年多次举办孙氏武学交流大会，今天在这里隆重举办电视纪录片《孙祖堂》开机暨孙祖堂先生铜像揭幕仪式，更是进一步擦亮了孙氏太极这张文化名片，为望都文化事业的发展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为全世界研究孙氏太极文化学者追本溯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纪念场所。在此希望望都县进一步深入挖掘和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围绕姚母文化、辣椒文化、孙氏太极文化做好文章，为保定市文化事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最后祝此活动圆满成功，祝各位来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赵局长。下面有请保定华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彭辉先生发言。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父老乡亲们，大家上午好。我作为华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能够这个有机会，很幸运，这个为这个拍到孙祖堂这个纪录片，这个我感到非常荣幸，谢谢各位。另外我对这个片子有两个信心非常足。第一呢，这个咱们这个纪录片，这个我们的准备工作非常长，从去年计划在2017年年底推出这个纪录片，但是呢，为了这个保证它的严谨性和对这个孙老先生生平这个更能更好的把这个片子这个做好做强，这个完善的这个非常完善，所以说呢，我们推迟到今年，大概在2019年推出。第二点呢，我们这个邀请了咱们中央电视台最专业的导演这个曹汉民先生来这个做这个导这个片子的这个编导，我认为这两点是我们对这个片子成功一点非常重要的信心。另外我们这个片子计划在2019年正式这个推出，在咱们这个中国最有权威的第9频道纪录片频道正式推出，希望大家这个期待，一定这个好好看一看。再有，最后，我代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代表我旗下的公司全体员工，感谢各位的到来，谢谢大家。下面有请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副秘书长、武术文化研究专家、电视纪录片《孙祖堂》文化顾问童旭东先生发言。尊敬的孙县长，尊敬的何主席，尊敬的赵局长，
于洪宝先生还有孙婉蓉师姐及各位来宾，上午好。今天呢是2018年的10月15号。为什么说这个日子呢？在90年前，也就是在1928年的10月15号，是中央国术馆首届全国国术国考开考的日子。这个国考在中国武术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那么咱们这个摄制组选择在今天开机孙禄堂这个纪录片，我认为必将成为在中国武术史上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孙禄堂先生呢，是中央国术馆的首任教务主任兼武当门门长。在中央国术馆编传的国术史中记载，孙禄堂先生武功之高近代以来未曾有，积极功夫炉火纯青，而且道德高尚，被誉为是技与道合的千秋金剑。在世界日报上记载，孙禄堂先生的积极功夫独步天下，足底大成，竞争绝顶。那么在《进京北方剑者传》中记载，孙禄堂先生于形意八卦太极三家结真登峰造极之境，并极致大成，融合为一，其武学乃局身心性命之学，是人人可由之徒，直指本心，无欲死者。对于武学文化阐明哲理，存养性命，首先开后，忠于羽谋，把孙禄堂先生和大禹定这个相提并论。以上是历史记载。那么根据我这40来年的研究呢，孙禄堂先生建立的武学体系开创了中国武学发展新纪元，对中国文化也有鼎革扬弃之功，是迄今为止中国武学领域的最高成就。央视这次拍摄孙禄堂先生纪录片，对于中国武学，对于中华文化具有深远意义，为提升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将展示一个具有极大支撑力、经得起考证的真实人物，让人们知道何为武学巅峰，为广大民众提供一个仰望巅峰的视角，对此表示热烈的祝贺。下面有请孙禄堂先生后人电视纪录片《孙禄堂文化顾问》孙婉蓉女士发言，有请孙老师。各位各级领导以及政府的官员们，你们辛苦了。再就是嘉宾们以及全友们，再就是我的弟子们、孙门弟子们，大家好。来到这儿以后，说真的，心情很激动啊。这个咱们县里头在这方面呢给了大力的支持，从各方面这都不用说了，大家都看到了啊。做到现在给了大家一个非常光亮的一个墓地啊，也在这里头为孙禄堂的墓碑这个铜像的落成，为这个整个的这个建筑还一直在进行着，在这点表示感谢。我参加这个会呢，真的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因为咱们都在发展着，因为这里是爷爷的生长之地，也是离开之地，他的根就在这里，扎根在他的老家。而现在呢，家人们都知道，在对他进行着各种样子的尊敬和各种建设啊，所以在这方面呢，也是一个值得大家感谢的啊。所以咱们现在就整个的政府来讲，以及咱们的所有的全人们，都在这里头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这点，我来代表我自己家人对大家表示感谢。很激动的一点就是非常高兴，所以现在呢，就是把这个感谢，我是应该是知恩报恩，我会懂得如何和大家一起做好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一个人独木都不能成林，所以大家必须团结起来，
这是爷爷和爸爸一直在强调的一个问题，一定要团结共进才有力量。孙春周老师告诉大家了，只给予不索取，其快乐无比。大家记住这句话，你只要给予了，把你的会的东西交给大家了，大家在这里头得到了健康了就对了，没有我们所索取的东西，索取的只是给予。大家记住这点，你就会快乐，你就会无比的快乐，因为你把健康的方式传下去了。按照老爷子的这个情况，我们把整个的他的精神传下去了，这就是我们该做的，这是大家也是已经做好了的事，继续努力，愿我们的后人一代胜似一代。谢谢大家。好，谢谢孙婉容老师。下面有请电视纪录片《孙禄堂》导演曹汉民先生发言，有请。很高兴那个参加这个开机仪式，我希望呢这个开机仪式在各位领导和各位老师的支持下，我们的片子在明年能顺利播出，也希望我们的纪录片能把孙禄堂老先生的真正的武艺德艺全部都体现出来。祝我们的纪录片拍摄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谢谢侯导。接下来有请世界太极拳网总编、中国著名武术文化研究专家于公宝先生讲话，有请于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我们这个纪录片孙禄堂和孙禄堂先生的铜像的这个揭幕的仪式。我觉得这不光是我们武术界的一件盛事，也是我们当代文化的一个盛事。这个孙禄堂先生所创立的这个孙氏武学体系，在中国的武学发展史上它是一座高峰，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我想用一句话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盛世啊，就是八个字，叫全行天下，魂在故里。全行天下就是孙禄堂先生所创立的孙氏武学，经过这个若干年的发展，已经在全国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武术方面，在文化方面，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个魂在故里，就是刚才像孙婉容老师也说的，他这个生在这儿，这个最后走也在这儿，他的魂是在这儿，根是在这儿。这个孙氏武学的魂，我觉得它的核心就是内外兼修、内外如一和文武兼备，这个是中国人生命修持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就是他在文武上，在生命内外上知行合一。在这一点上，孙禄堂先生是一个光辉的典范。那么对于孙氏武学，我这里想讲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点，就是要充分的高度的认识到孙氏武学的巨大的这种价值。这种价值不仅是在武术上的，在科学方面，在文化方面的，而且对将来，对于现在和将来，都对人类的社会生活都有巨大的这个作用。那么我这是第二次到望都来，来了也感受到我们望都县委县政府对于我们这种孙氏武学的这种远见卓识和强有力的支持。我想这个将来对孙氏武学的全球化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第二点，就是要给他这个发扬好、传承好，认识到他的价值，还要挖掘，充分的挖掘，充分的保护，充分的传承。那么孙氏武学，孙禄堂先生是他的奠基者，孙建云先生、孙春周先生是他的筑基者，
我们现在的各代第三代第四代以及后边代代的孙氏武学的传人，是他的建设者，包括我们现在的各级的政府各个方面的孙氏武学的研究者，都是这个宏伟大厦的建设者。那么我们今天开机拍摄的孙禄堂先生的纪录片，包括我们在建设当中的这个孙公园，将来还有我听说还有一系列的规划，包括今天的揭幕铜像，都是这个建设伟大工程的一部分。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的努力，孙氏武学和其他的中国的优秀的传统的武学传统的文化形态一样，必将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我们建设世界文化的强国，为中华文明的伟大成果，带给全人类美好生活的巨大贡献，带来它的独特的不可估量的价值和作用。谢谢大家。好，谢谢于公宝先生。下面请望都县人民政府县长孙春光同志宣布电视纪录片《孙禄堂》开机，有请孙县长。我宣布电视纪录片《孙禄堂》开机，鼓掌。下面进行今天活动的第二个环节，有请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到移步到南区，有请。举行揭幕仪式。请各位到四周观礼啊。下面我们有请保定市文广新区局长赵其国局长和孙禄堂先生后人孙婉蓉女士共同为孙禄堂先生铜像揭幕，大家鼓掌。孙门家人啊，来做一个表示感谢的这样一个举措。
我写了两幅字，是临出门的时候才写的，虽然很苍茫，写的也很乱啊，但是那是我的心，我要把我的心带来和政府们沟通，把我的这个心交给他们，感谢他们。另外一个对咱们的开机的这个媒体，我也表示感谢，所以我也在出门的时候才拿起笔来画的啊。字丑人美，人心美。既近乎道，既近乎道，这是孙乐堂爷爷，我的爷爷啊，大家的先祖，他教导我们的，一定是我们会与道相合的。这是贺这个开机的这个那什么，我写了一段是贺孙乐堂纪录片开机，祝央视媒体越办越好。咱们这个舞台前这个拿手机拍照的一老师，那个你收先歇一下啊，咱们后边这个摄影师影响咱们这个最后的效果来。好嘞，准备啊，一二三，好嘞，再来一次，再来一次。